第58届金马奖最佳动作设计，得奖的是陈文辉、朱科峰、冯仁智、叱咤风云。哎哥，我们拿到了，谢谢。 我女儿帮我准备，感谢金马奖首次啊发给我们这个非特技的肯定。这份荣耀呢，我要献给我的师父柯受良黑哥。 感谢他在我二十几岁带领我的这个电影的特技里这个行业，跟着他叱咤风云数十年，满腔的特技热忱，虽然身上留下了无数的伤痕，我依然会继续坚持，不希望这个特技被遗忘。 现在特技，谢谢导演陈奕先导演，谢谢过去帮过我的兄弟朋友，再感谢叱咤风云的工作伙伴，感谢创影电影有限公司、艺能文艺股份有限公司。 天鹏翱翔有限公司，感谢我的家人，感谢在背后默默支持我的兄弟朋友，谢谢，我是特技人，我是陈文辉，谢谢辉哥，啊，谢谢各位在座的入围者，啊，我第一次拍电影，然后就有入围，然后又站在这个台上，我是真的很激动。 那我先准备一下，就是谢谢那个创映电影有限公司，还有亮能文创股份有限公司，还有天鹏翱翔有限公司，还有谢谢金马，谢谢评审老师，还有谢谢所有金马的工作人员，把这个盛会办得如此的这么盛大，这么的完整。然后再来还要谢谢导演的逸仙，谢谢逸仙导演对我的支持，还有谢谢剪枝，还有谢谢所有全体朋友参加我们拍片，我们有很多。 替身车手，我没办法逐一感谢，我就在这里先谢谢大家。那等一下，我缓一缓，还有谢谢我的家人，他们这样在幕后在后面默默支持着我。那也感谢就是其他电影里面其他所有参与的人员。那我想要说的是，可能各位都知道，可能各位不知道，其实我是一个赛车手。那我在赛车就是在日本在。 各个国家，然后已经就是赛了十几年的历史，我没有想过说我可以赛车赛到金马的舞台上。谢谢。我想要表达的是，这个世界是有很多无限可能的，只要你做你喜欢做的事，并且把它做好它，总有一天一定有人会看到它，并且支持你，也肯定你。谢谢大家，谢谢金马，谢谢。不好意思，时间不够，我要讲他们都讲完了，谢谢大家。